今天吃什么？反正你每次一样点一个。我是吧？上面写的是你是林亮亮吗？那个节目是你策划的吗？啊，我好喜欢啊！你说你们脑洞怎么这么大呀？嗯，期待你下次的表演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你慢点跑啊！这没看见他长什么样，哪个班啊？看见了？没看清。可以啊，都有粉丝啦。带给你们。小琪，我决定我要吃素，跟你看齐，我也要减肥，就这么决定。你减什么肥啊？不能给粉丝丢人，学习也得上来。李妙妙，嗯，那个舞蹈是你编排的吧？哎，谢谢啊。哎，小七，看那男生长帅不帅？我是不是最近变漂亮了？